菜番茄，你在上班吗？我问屁话、欸，你不是没有休息过？你不是白天都是在那个吗？白天在那个店里面，然后六点后才回家吧？哎呀！一样到六点，哇，好吧。福利早安，你早安。想不开，想摸锤子了、欸。因为我发现，我主要是因为锤子。好锤嘞！哦，不是，我现在在这边干嘛？我就是没有，我就是没有做中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，看一下哦。要转，侦察武器，锤子，看一下哦，轰丸，嗯，20。180。通融的牙哦，我在训练吃通融的呢。早安，早安。还没生完。讲话。好了，通融的瑞亚，瑞亚，更换交换机啊，这个啦。我要说的是这个，看，原来大锤有，应该说每一个都有格挡机，我只知道大锤格挡机这么强，不然我就是不是片手起手了，这个吧，是这个，哦这个，欸、很扯哎、欸。欸、超扯的欸，为什么锤子可以这么扯啊？欸、超强欸，我主要陪你打、啊，而且锤子判定很宽欸，拿不习惯。就很强啊。我打算就是我来玩锤子，因为其实就魔物判定吧，
就大概已经摸差不多了。有个盾牌是比较好挡。你看，来得及耶！而且我记得他是说这个要续三吧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刘丁刘大招是要蓄力到三。要来搞他的装备，先打轰隆。我许安安，今天还是放假对不对？今天，对不起，今天是那个，今天是啥啊？清明连假嘛。啊，更变装备。儿童节啊。其实昨天跟他们玩，他们真的很强耶，不觉得吗？强是强在干，杰克、宝玉三个入手，阿隐月跟哈记两个就入手，阿我嘞十七只才入手。廉价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很酷的东西，我希望你也可以认识认识他。要告你爸妈在那边虐你。可以告你爸妈了吧？怎么虐待你？你看你这样的，你这样的钱怎么养活你跟我这样子？哦，对，我想要做个统计，说我该不该开个什么抖内进度条？分辨外观交换机，我干嘛？啊，那算了算了算了，用输出好了。用餐现金，短期 OK。你已经下定决心开视讯镜头了吗？欸，我其实皮肤真的已经好了，皮肤好了，就是现在只插在头发，我头发要么再留长一点，就可以有那种 F 4的发型，或是早期终极系列的那种头发长长的，还马上去剪头发。原来是运气很强的部分嘛，当然很强啊！哎、欸，拜托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、欸。好，欢迎，拜拜。真的仔细看，我脸上其实也不是说皱纹，就是很明显都会有那个岁月的痕迹。大只哦！干杯哟！啊！夏西安安。啊！稍微玩一下哈。击穿！豆豆消耗差不多，你讲皮肤，我是想到豆豆。
就是豆豆啊，因为我看看看直线七秒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有弯有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一下两下。哎，我挡。早安啊！放假根本没这东西。我在想说，家里开店就是这样子啊，也很辛苦。所以我知道啊。等我一下，我想事情。这角龙太大还是轰龙太小？哎，这轰龙好小哦，要出你的牙。哎呀呀呀呀！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轰龙，这个轰龙就是……哎呀，哎呀，啊！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不要，怎么咬两下，好可爱哦！我只能讲真的，那只天慧龙不知道丢什么高，只抓我，咔嚓！打手手，打手手，打手手，打头，我爆了！打手手，打手手，打手手，打头，打头，海拔，没招了，没招了，没招了，是废物了，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他怎么复活了？准确，也没有。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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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近在洗脑一首歌，我想要做成那个也类似布布的啦，但是我不知道那种做动画的软体是什么，就想把一张图又割成几个部分来画，就想画一个布布，就是写了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哎哎哎！挡了，我真的挡了，我真的挡了，相信我，看到没有？干几百人，跟那个轰龙一样。是轰龙啊，你就是轰龙吼！我在刚刚想，跟那只天慧龙一样。天慧龙好像都很爱你耶，团战都是优先找你。对啊，昨天开大招，每个都在撞我。打五只天慧龙，五只都在撞我。莲花香气，又在期待的奇迹。
早安，昨天上班好累哦，辛苦了。有没有觉得出社会真的差很多？没有那种可以一直玩的感觉了。啊啊啊！我在干嘛？我屁股对他，完了。哎呀哎呀啊！怎么屁股对他？干！哎呦！仕掛けてくれよ。被挡到了，谁在那边撞我？都没有时间跟其他人玩，对啊，所以那时候才会说要珍惜那个有还有在一起玩的人。因为很多朋友啊，那些出社会哦，不一定都有时间玩，像团团他的大学同学。所以我才会很珍惜阿米狗那边的朋友。现在我有你，你还有陈米跟安妮哦，有我。对吧？啊，那个谁，忘记了，新兔子叫什么名字？忘记了。蜜雪儿啦，蜜雪儿想起来了。啊，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哦，蜜雪儿那么可爱，那么正。蜜雪儿才不会忘记你呢，这样子。哇！不能挡哦！气死我！气死我！气死我！气死了！雷切，人法，干！巻き返さないと。你要不要也来一只？啊，可是我要送走谁？大姐头吗？还是巧扣？想要我就刷 Amiibo 给你。我携带。
波波，我也要跟你一起玩魔物。我也要来跟你一起玩魔物，好啊。你可以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大好大只哦，那么大金啊！我其实现在没有装那个显示血量的，怕开了之后会卡。 叫凡恩这个名字啊，每次 FB 那种在跳那个会自动帮我转成繁体中文的时候，我的繁星在那个翻译都变成我叫凡恩。小妞早安，我去看一下。大家打喷嚏。哎呦呀！ 分辨、生产都被大锤。嗯，我是无敌的小可爱，在哪里啊？我刚刚说什么？驯龙。我靠，要盐水哦。 二三，我去看一下。教主，这把是片手剑吗？对啊，太郎月，好久不见，不是好久不见啊，根本没在你的，我根本没在看过你。Hello， 对啊，这片手剑，就是因为我拿了这把片手之后，阿旺就入坑了。我说你要不加入啊？100%彗星哎，那超长的那个绿斩哎。 你现在DC魔物群了，好。我先去找一下山顶岭大锤配装。大锤 BF 十装，首先可以武士主角就比如铁蛋二、贯穿二，而那三攻一零，铜三攻二两个洞，钝器能手二二。欸 S 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看你什么 S 2。 哦，阿月的，啊，等我一下，去看一下别人的影片。最强大锤，天会。 哇，总是天会全套啊，太贵了吧！
驯龙炮虎天会，他怎么有冲？天会龙，你现在应该做的比天会全套吧？搞不好，我差两个而已。龙气玉，还好有穿到管理装备。不过我觉得这一代真的是有那个。像这样子一打开头盔页面嘛，但是它是显示每个地方可以换的地方就还不错，不用再点开头盔，然后一大堆头盔让你找。天会不用跑了啦，克洛央安为什么要道歉？别道歉。强化防具。注意我右上角的钱。哇！我要被榨干了。饰品，不对，穿脱饰品。然后更变装备，更变装备，更变装备。天会锤，KO 数比十点金弹球，我觉得这个我就换不了了呢，这这么棒。边工作挂着听台好，克洛伊拜拜。哦，原来。龙属性出售，出售。因为没有崛起，现在正在下载冰原，好呀，玩啊，又没关系。不是，还是有破坏王。啊、算了 ，KO 比较好。精灵加护，我一直没有精灵加护二哎。ルグは狩猟の要ですからね。じっくり考えてください。KO。哎呀，刚下班 ，Hello。钝器能手。看一下珠子怎么搭哦。
头盔。好，他都擦钢刃研磨跟底石高速化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欸，不行，我这个我大锤中文点搞好了。管理装备，分辨装备，存一下。管理装备，分辨名存。锤子，你个锤子！教主觉得待会会换什么游戏？先玩上次那个会变身的吧。是主要先堆超彗星跟弱点特效吧。嗯，制品穿脱式，等一下哦。嗯，胸甲，来控制应该是满的。嗯，没错。等一下哦。是我攻击装备啊。我怎么没有攻击猪？不不，攻击。有这没有攻击两个字的？攻击攻擊。没有，不。如果打算所长位，可以放达一族。哦，练那么久没半颗攻击石，不是啊，是因为我有卖掉啦，因为只有攻击一我就卖掉了，结果殊不知我没有攻击二的。等一下哦，达意是不是耐冲 KO？ 有做攻击，做不到做啥小的。应该可以吧？导布，各放啥？研磨，生产饰品，研磨，钢刃研磨，还是啥？底石珠，研磨珠，这个上刃为。巨猫武器跟达人一相信很好。哇，你
你好像各种很强哦、喔。今天要不是我那个 HTT 还没来玩，不然我都跟他讲说我要什么装，他就帮我配好了。下一个生产师，拔打是什么？我拔刀力哦，然后拔打研磨。穿脱石，干满了我还做北七，北七北七北七，还一个洞可以放啥？元青胆却有了。哦，我这套装备看起来好像很棒哎。啊，放个啊结石珠不错。放一下，好、欸。如果有一级诸多的话，而不放研磨就可以当客家结石。我知道啦，欸、拜托，一级洞我一律推荐结石诸位。更换装备。好啦，我去练武器了，去练练。眼睛胆怯，我都可以留。卖掉。卖掉。蒋虫罗奈可以。耳塞。手。昨天打那么多场，给我一大堆壳，哎，气死！壳，也好啦，拿来炼金，嘿嘿，嘻嘻。钢龙，换一个垂直用的哦，用餐老样子 ，KO 研磨，我要玩点餐，等一下哦，短期 KO， 还有一个什么比较好啊？研磨不用啊。防御大，还是阿洛小招来？这样子登陆，欸，老样子，分辨成你个垂泥小胸口。体术吗？哪一个啊？体术，这个是这个不是哪一个啊？啊，这个哦，所有固定耐力的动作，减少所需的耐力消耗哦。
可以。啊，怎么搞的？你们更会玩锤子啊？那我不玩了，哈哈。怀胜啊！Ben 什么？啊，戴丽是你啊！我来练练看。严格来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实战欸。对啊，以前是喜欢玩这个嘛。然后，好。啊，他不能锤，可恶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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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，好吗？我坏习惯，坏习惯，坏习惯，每次都没有拔刀。多久才上车？天哪！天哪，值，我还有得练呢。还差得远呢。在哪里？在下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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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能挡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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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扯了太扯了。我才不怕你呢！
呵啊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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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喝个水。不行，要带钢龙那一套哎、欸。白痴，白痴，白痴！你怎么错过这么好的机会？好的，还有得练，会玩过头。啊！如果真的早知道当时锤子的反击技这么好用的话，我真的就不会玩片手剑了。那谁，艾莉就不会加会员了。那是艾拉。好嘞，
如果受伤喝水，试试看控制在80%，可以发动天辉技能。不是，要怎么控？水喝很快，所以要喝小水，对不对？像这样子吗？空太多，不能啊！你看，这样子吗？啊！哦，喝完断掉是不是？不行啦！我断这样子，地嘞！哇，不行，我在讲，我想如果键盘的话应该可以。创人设真的花好久，狗哥猫也是，对啊，还好啦，后面狗哥猫你可以改，所以你前面人捏久一点没关系，后面狗跟猫你招募的时候一定会变啦，因为一开始的猫，也不是说一开始的猫，每只猫面对的都不一样。就像打古龙，你用不到麻痹的猫啊。像我这只就是买那个陷阱猫。我想去再调一只打古龙用的猫，战斗猫猫，然后没有环境生物，环境生物但没有陷阱。哎呦，好晕！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子哎。再一次哦，好吃！雨电瓜牛，さすがは私のお供ね。この手で狩るんだ。是啊。
今天刚被砍，现在还在重。今天刚被砍。哦，选掠夺猫，对啊。因为这一代其实选回复猫感觉还好，前面啊，等后面前面那么缺材料，我当时就是回复猫跟掠夺猫在纠结，最后选择回复猫。啊，怎么会跑来玩？因为看我们最近都在玩嘛，手痒受不了了嘛。被一万送游戏，哇！你可以跟他说不行，那个什么，我有我的坚持。我去练一下哦，修炼。耗能是有选择障碍，对啊，而且有些东西是，像发色啊，或是刺青可以微调，但是你脸型、鼻子那些眼睛位置就已经固定不能调了。道具在清单调了。啊，我那时候是想说，反正买外观就看不到。好，这样子，都想受不了了。流星传递机，方方。看一下哦，没有，我现在是我刚刚想用这招敲刚刚那个谁轰龙的下巴，不要蓄恶哎，他这一代有蓄力的珠子那种吗？哦，是这样接哦，哦。然后嘞。集中哦，只是没什么用，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这样滑步吧，滑步马上变三，这样吧。那这样子还蛮好用的，一挥敲两三下，二三，好。啊，就是直接这样回了，好吧。二代蓄力系统效益好像不是很好，所以动跟大剑才会落实。有，我那天在看配装，怎么集中都不见了。啊，那个嘞，那个嘞，斩击斧嘞。靠腰，我突然想到。那这样子不是队友会被我挥到两次吗？你看哦、喔，这样会把队友挥起来，然后这样又会挥起来，我得找他们试，有没有？先这样子，然后你看哦、喔，飞高高啊，然后这样，哈基你看哦、喔，然后这样啊，飞高高啊，我没办法拍了，好，看一下哦、喔。斗弩还好，组队的话禁止断连击，对啊，所以组队的话就是没朋友。看一下。对，所以你拿锤子，我要离你远一点。我看你断尾，对对对，这个对，这个尾巴对不对？我帮你捣烂它。还好啦，就是过去的话，就是不要用到会挥到人的就好啦，这样就好啦。
然后锤头就好了。嗨，黑月。跟大剑组队禁止上捞一样啊。没，那就是你没有跟卡车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啊。他如果真的是跟你逼近的话，你只能跑远一点。你看哈基就很棒啊，哈基在那种断尾还是如魔物倒地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会靠近我们，而是跑去拨尾巴嘛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就是你打到魔物倒地前，他不会掉落在地上吗？对，哈基第一件事情就先去捡，然后不会去抢头抢尾巴都不会，除非就是没有掉落在地上。空中叠级层，对啊，我那时候也是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飞起来啊，这样子啊，很好玩耶。我刚在找这一招啦，刚在打轰龙的时候，就是看破锤又很白痴，你看。他在放技能的时候，我不能蓄力啊，蓄力就不能打一些白痴。哎，还是我可以这样啊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好。啊的，等一下、喔，先蓄力。是啊，来不及。吧。吧，感觉使用限制很大，而且不能挡多段伤害。对啊，不是天会的大招可以挡哎、欸。空袭不是大招哦，所以往前喷的那个才是大招，是不是？昨天在跟哈基玩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在炮口、欸，差点两个同时死掉，还是什么的。我第一件事情是说，哈基快逃！你看，死之前还是顾虑一下队友一下，对啊。一键格挡，不像太刀还要按个 R2。这一代每一个都有格挡机，我觉得真的很好。觉得啦，就不会就只是太刀有挡招的技能，那换来的是太刀有两个挡招技能。Hello， 蓄力变化那技能看起来很帅，但是用起来还行。哪一个啊？你说这个啊、哦？蓄力变化，这样干嘛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月月要不要猎龙啊？要不要白龙啊？缺素材啊？缺炼金素材啊？哦，好。
应该有三个反击技，有啊，看破，然后纳刀跟水月不是吗？片手的话是有两招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啊，我其实有在偷偷在使用，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手把问题，让我本来要那叫什么无尽斩的时候，把自己磨死，你就是用生命在换啊。问一下哦，这个啊，阿旺一直在玩呢，阿旺一直在玩这个哎，他把防御性能撑到最满哎，他这边是在玩，还有这个也是啊，这个也是啊，退步，退后步伐，对啊，这个其实我有在练啊，可是有时候就是防御，不然就往前这样挥一空，对啊，然后昨天也都是这样子，哇，没用好就是会，哇，你看就很难啊，因为那时候其实魔物在准备打我的时候，我不是会举盾嘛，那我就是会这样子。我想要这样子，可是有时候很难，他们已经先碰到我就来不及了。有人觉得我在干嘛吗？这个水怪打不到你呀、啊，好，我就不动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又来了，原地 GP， 对啊，真的很帅，但是使用难度很高。对啊，李全集这样子啊，这个这超帅的哎、欸。然后那时候阿旺就是这样子，一直在这样挥，一直挥，一直挥，好，就跟你玩了，就跟你玩了。因为他这挡到的时候啊，我挡到了，我挡到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我要死了。我在想要不要玩这个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我对稍微有自信，这样讲吗？玩这个只能挡小招而已啊，大吼或是踏地那种大招就没办法了、啊。哦，干，耐力耗那么多、哦。你们说锤子的交换技用什么好？分辨交换啊，这不可能啊，这也不是。好，没事了。分辨装备，那个这啥？这啥？我应该。我应该不用垫步前，垫步跟前滚是差了。垫步前滚是这个吗？白痴，这个吗？是垫步哦。哦哦哦哦哦。
那这个嘞？哦，滚！哦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因为昨天讲说奇怪，我死，我好像不知道是没有调好吗？那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，黑月你开好了吗？我们来玩吧。黑月你开好了吗？而且射完也能电，开了，好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他们今天那边打字，不用精神抖擞超卫星，也可以抛弃魔刀用语用語。我也觉得那个你一场下来，你鱼搞不好花的会比那个还要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用鱼魔刀。客家念能。下去找黑月，黑月不是夜月，我叫你，我这叫以夜月好吗？男人，男人，男人，全带，那密码多少啊？八七八七，你密码多少啊？你密码从来没有一次完整过的，不是完整过啊，没有一次固定过。等一下哦，变热了，我要让电脑吹电。好了，好啦。叫我艾米娜算了啦。哦，我才不要，我才不要。来了，艾米娜，走，还在那乱叫，艾米娜，走。有什么打什么？你要开放给人吗？我去复制一下集会吗？还是这边可以远端复制？成员清单，复制，和集会。没差，都没吃鸟，是什么鸟？番茄，你问这个问题之前，你要把你的樱花给戒掉，好吗？嗨，来玩了，嗨，请把你的樱花戒掉，再来问这些问题。哦，所以这是天会哦，哎呦，酷酷的，酷咪，满足感，波取铁人，跳跃铁人，哇，太铁了吧，老铁，跳跃，跳跃，跳跃中即使遭到攻击也不会后仰。哦，那我片手剑如果，你们太刀会放这个吗？那会吼也是吼得下来吧？你要打啥？我没有要打啥呢，我只是想要，我只是想要啥？我只想要票而已，我只想要炼金而已，我没有什么。这位叫做，艾丽，
欸，我完全都没在用攻击加最多的，我觉得我每次都是用血量加比较多的。我真的觉得是你要活着才能输出，虽然会打得比较久啊，但是总比你打一打死喝水，打一打死喝水还好。没位置哦，好吧，感觉片手可以塞一颗哎。有时候就是飞起来，在那个用月影的时候被吼下来，好不爽哦。哎，好像可以耶，看我们位置，分辨装备，我们位置可以塞啊。力量好，底池高速化，好没地方塞欸。有啦 ，KO 拔掉一个就可以塞了。你集会所 BGM 太嗨了吧？我就很热血干。太刀跳起来时间很短，很少被打下来。我跟你讲，我跳十次被打下七次。有时候趁他们还醒的时候被打下来。用餐，我们还是听这个歌好了，这歌好听一点。跳跃铁人好像没珠子，还是我忘了啊？没有吗？那我刚刚把护石给卖了欸。完蛋了，那就是那我下次留意一下好了，真惨。啊这些，啊这些，啊这些啊，没有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那种秒打脸现场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哎不接啊、喔，百龙夜袭。哇！それではまた。大型魔物。哦，我都提醒别人拍照，自己都没拍照，欸，我在干嘛？对，没有。怪人安安，没办法，谁叫我朋友习惯叫我夜月两个音。哦，好，好，知道欸，随便打吧。有什么？两个狗狗，準備完了。今天玩到两点或三点哦，休息一下。晚上还有高校，不不不，生存。啊，忘了开路人，没事啦，叫那些叫不路人啊，叫怪人递进来。哎呦，机会捡一个人哦，递进来。按战火鼠已离开大厅。对呢，火鼠进不来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火鼠。我没有排挤你的意思。HR 不够，我知道。
会不会停播？上礼拜没有通知就不会啦。有通知的话才会停播。掉落物啊！这局是不是没掉落物啊？怎么会没有？さすがは私のお供ね。
好路好少哦。離脱します。二家帐篷之术。没有啦，是要回去补个袋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叮叮。我今天想去东界挖黑曜石欸，我要把黑曜石柱挖掉，就是我想要去那个，我要去那个灵魂幽谷那边，在盖那个伊欧伊的平台，对吧？就是做一点眼泪啊，然后那啥，把幽灵。那个啊，伊欧伊的那个塔。これを乗り切れば。安その調子だ。あれが主だね。さすが総領命。すごかったね。危ない。那我花不少时间呢、欸。不会啊，就。一整集都拿去挖嘛，然后下一集开始盖啊，不然其他人都缺烟火，想说帮忙贡献一下下嘛，不然以为我真的整季都不做事哦、喔，不可能，讲一下我的个性欸，傲娇，口嫌体正直。
你看了啥？哪看了啥？是这样吗？不然呢？我不是说这一季我都不做事了吗？就还不是去帮那个杰克改了他的那个他的低配版的安德塔啊，我是想要问他记那个还会有那个就是太密集，然后怪物会消失的部分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想改那个啊，更快的那个安德塔，就是安德直接伸在你前面，然后直接走过来，而不是用掉落的啦。应该是说你听了啥，而不是说我看了啥吧。番茄哦，天真活泼，善良可爱。那个是小鱼，没人能在他面前说可爱好吗？啊，有啦，布布啦，布布可以。今天要去拆线，你要去拆什么线？红线吗？你决定，你终于决定了吗？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好啊？牙龈的线柠檬汤，我看成你妈了。牙龈，你拔牙哦？哦，难怪你最近口气那么差。想说奇怪，你平时对西明不会这样啊？一下问候人家老师，一下又想跟人家老师发生关系啊？都怎么了？心里对心里都这样哇，那我平时太少跟你们玩了。安安滋滋，这是什么？霓虹龙的黄玉，我好像需要。谢了，我需要这个酷东西。
我以为你在说地狱十八户的部分哦，没有啦。怎么了？我住在地狱，你也会陪我吗？克洛伊，会吧，对不对？不许你说不会。跳跳铁人一，就跟克洛伊的一一样，只能有一个啊。佯攻，麻痹耐性，回避距离，麻痹耐性。好啦，留一下一个，留这个，他卖掉，去找一下猫哈，修炼。如果地狱有更深层的，我应该住在更低啊！你怎么可能？你有我地狱吗？拜托。那很好啊，我们那你就很适合跟我住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喜欢地狱梗？主要是因为我怕冷，我把自己弄热一点，这就解释得出为什么我每次看到那种会下地狱的。可是我对地狱梗有些我就觉得还好，是他的地狱程度不够地狱，还是我是觉得我说G8 的那个，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你有多G8吗？我好想知道科洛伊交易选项，难怪你水杯里面没水，对不对？地狱不能浇水。欸，然后晚上说想要挂点数，就还是没有挂。哎呀，你一定可以上天堂啊！那你很无趣、欸。分辨装备，分辨道具。欠嘴，你说我吗？你说欠青青的那个嘴吗？啊！道具箱，放射弹。哦，他可以一次买到最满哦。啊，原来一件就可以了、哦。哦，不，我怎么现在才发现可以按个下就完事了？哎、欸，不是啦，没钱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我怎样？我怎样？道具出售，我的璀璨亮水晶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不出售吗？复选单出售道具。好了，钱又有了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是用平淡的语气讲最毒的话，那你觉得我不是吗？我可以用平淡的语气讲出最干的话。还要打啥？还要打啥？快点，我们再来打，好好玩。那是金额最多的数量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数量最多的数量吧？如果金额最多，我刚刚不是已经买到爆了吗？没钱了、啊，你看啊，更换道具，有没有？我的那个放射弹999了，三个四个九，
你们先去，我做一下霞龙宫。马后搜救。好啦，我们不要争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下地狱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地狱的路上有你有我，不是在地狱，就是在地狱的路上。好思，好思。其实最近玩游戏眼睛很难张开。嗯，那他们都不要吗？哦，都拿我，都拿，都给我，都给我。嘿，好啦，那这个就我的啦，谢谢。哎，小鱼，你今天上班吗？还是休假？我昨天本来真的是要去睡了，想说你去吃东西了，然后想说啊，好累哦，真的快睡着了。然后就最后点开就哈基他们台，准备挂着睡觉，然后听到就说小雨，小雨今天有事，阿旺也是，然后再是团团不在家，那我说啊。缺一个，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自己很不要脸的去问。你先撞大门这只吧，大门那一只炎龙欸，完了，好吧。欸，不过昨天很后悔，是我该用大绝放元氏好，还是就是元氏冲进来砍烂我们好，然后把他队友挡在外面，我应该要这样才对吧？我元氏就只大元氏，感觉这不对欸。算了啦，都过去了啦，没办法，太想救你们两个了，太想救你跟啾口了。
你看这种事情不能说算就算好吗？然后有时候跟他那个玩那个 UHC， 有时候又很后悔说，每次结束后都会想说，我应该要这样做才对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讲一大堆啊。像有一次不是纳吉吃了几颗七颗八颗金苹果，我一颗都没有吃。就那一场我是急杀王了，然后干，如果是我吃的话，是不是就会逆转还是怎样的？对不对？因为纳吉那时候不是在泡岩浆吗？岩浆就烧掉他四颗金苹果了。你看做人真的不能太计较这些事情，过得都不快乐了。欸，我那时候本来不是我们那些你宁可神什么跟或者什么什么那个吗？我本来是那时候想要选说你宁可就是记忆力很好，这些东西忘不掉，还是就是记忆力很差，什么都忘不掉，怎么难过的事都忘得掉啊？应该说你宁愿记忆力很好，什么事都忘不掉，但是就是难过的事都记得，还是你宁可记忆力不好，至少你这样难过的事都不会忘记？你一点都要出门，现在在耍废，你不要去拆线。对啊。你们刚才选记忆力很好吧？可是你要想哦，你记忆力很好，代表说你很多东西都会记得，不管是你看到一些恐怖的东西，可能是出车祸的那个现场啊，或是一些不好的回忆，你就是都忘不掉。我会选记忆力不好，欸，可是记忆力不好又有个缺点，就是你看比如说其他人讲过的话需要重复讲个三次以上，这样别人又会很不耐烦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记忆力不好也不是你的问题，就是真的你是记不下去啊。有时候真的也不是没心去记一些事情，而是真的是记不起来。Monster 進行中です。啊！对不起，我离开工作岗位了。哭吧。我要玩，然后嘞，瞄准没了。至少也代表高薪的事情也记得住啊。啊，但是你会过得不快乐欸。你看就像我，像我就是不是说过吗，我做梦的话
有些梦我会记到现在，明明就没发生过，只是一场梦而已。就像我也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说我在全联，然后一个同事一直叫我去液压机里面，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象到说，我被液压机压死的画面，明明没发生过，但是就是画面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你看，我还是记到现在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活过得很痛苦。爸，等一下。问号什么？看心态吧。好，希望能永远这么乐观。但其实。怎么说，我碰到很多事情，可是也找不太到能真的讲出来的人啊。像其实我板手小鱼嘛，不是老居他们，很多事情我也都没跟他们讲，就算再怎么好的朋友还是怎样，就是找不到一个可以真的讲话的人，然后我就会把自己关起来。就是通话都没有进去，然后哪也没有去，就只是挂着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四个小时就这样突然不见，五个小时这样不见，你明明也没做什么事情。然后有时候我没进去群组也是，他们都在玩 A 配，也不是都爱玩啊，就是。有时候话题也没有对到，我就只是在旁边听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跟你讲？不是啊，就是讲不出来啊。懂吗？有些事情我讲不出口。就算我们认识没有半年，也可以跟我说的。没有，就是更不可能。因为把自己孤立起来，自己几天？我不是几天了，我已经把自己孤立起来五个多月了。对啊，其实从去年十一月开始就开始在孤立自己。白痴，我拍到谁了啦？好，碎碎碎碎碎，拍到了，拍到了。
对啊，有些就是讲也讲不，也不想，也不是讲怎么讲，倒是自己的问题，然后讲出来别人也只能听而已，然后不会说是到那种讲出来会比较好的状况，对吧？应该很多人有这种感觉啊，就是讲出来没有比较好，那与其就是干脆就真的是憋着，欸，那可能身边的朋友就会开始觉得说，你不讲我们怎么知道怎么了？可是就有些事情讲出来，虽然没有比较好，但是也没有比较，也没有到说，哎呀，好难讲哦。对啊。讲别人不知道，就讲了，就对自己有帮助。对，就是虽然讲出来，朋友会知道说我有事情发生了嘛，可是最后怎么讲？哎呀，好难讲哦。很多东西都是长大后啦，长大后的事情，对吧？我其实也努力在调试啊，可是调试回过神来，发现已经五个月过去了。最主要就是从赌完电脑，电脑出问题的那一个月开始，应该说十月初开始啦。九月中、十月初的时候。我开始就是比较把自己关起来，然后很多事情我也都是讯息准备打出去了，但是我就是删掉了，我也没有送出去又回收哦，我是打完之后那个发现不对，不是不对啊，最后还是忍住了，没有打。然后结果我现在算讲出来了吧，也不是啊，就是怎么讲，要给自己发泄的东西啊，这不就在猎龙了吗？对吧？没有，那时候刚好有事情转移注意，就是钻石珍珠嘛，是11月的时候出来，11月的时候钻针，那就是有事情比较好分心嘛。可是战争结束之后，有一个多月在又不知道干嘛了。然后再就是等到一月的阿尔宙斯，对吧？又再次把自己关起来一个月，而自己开台又觉得很无聊。应该还是不想麻烦别人吗？对啊，主要就是麻烦别人这件事情啊，因为我很不会处理事情，但是我碰到事情又不太会去解决，都是像小鱼或是温阳他们帮我解决的。嘿啊，我又很讨厌去麻烦到别人。看自己自行做不好，然后就只能请别人帮忙嘛，但是又讨厌去拜托别人，麻烦到别人。那但很机车的是，我又是很喜欢鸡婆有多管闲事去帮别人做事情，就像我想一下哦，像麻子米娅他们啊，还有那个陈米，他们可能就是想都没有。
欸，陈米还好，是麻子跟妮亚比较少联动。我想说就是来帮帮他们嘛，然后就又去鸡婆这些事情。我想说别的事情还可以，可是自己的事情就不想要让别人去麻烦到。来看看好看的照片，猎人心得笔记，大型魔物。哦，哪个好？这个最帅了。继续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看我，继续刷。更换道具，更换道具。ご用件をどうぞ。我以前觉得把自己闷的。就觉得自己都不开心啊，不要也害朋友难过。哎呀，应该说以前有讲过嘛，讲完之后朋友也知道了，但是知道之后，他们，怎么讲，就真的只能听，什么事情都帮不了。然后只是尽量不要去提到这些事情还是什么的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因为我害他们，就是有些话题不能讲还是什么的，我觉得啊没这个必要，算了，卖供卖供，对不对？今天不要你不要别人为你改变嘛，就是你去为了别人改变这样子。所以你们才会看到，其实最近我蛮常一个人在直播。也不是我一个人喜欢直播啦，是怎么说？安怎讲呢？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说了嘛，我其实很不会带气氛吗？还是什么？其实真的像玩魔物，说我喜欢人多的感觉。那谁知道阿尔宙斯是单人开放，说单人世界？对不起，讲故事讲到忘记。对啊，而且那阵子玩阿尔宙斯开始，不是在看一大堆撩妹的东西。但是其实那时候也其实不是我的本意啊，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你们很喜欢听，然后就讲一些很撩很干的话，你们又很开心。不然我这样，怎么说？会让人觉得就是真的，怎么讲？隔壁 V 台的观众啊，会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乱枪打鸟，然后很撩，然后怎么讲？就印象已经绑定了，我就是这样的人渣，这样子。想说，哇靠，真的有人当真了哎！我那时候只是去留个言什么之类的。就直接一个人回说渣男安安这样子，然后说哇靠，真的有人当真哦。对啊，你看今天都有人当真了，那身边的观众或是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也变了？怎么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，怎么我最近开台都变成这样子了？
对不对？一定会有吧。就像我们一开始哦，我才不要走什么新三色的那个实况平台那个直播嘞，这样子啊，然后最后动不动就在开黄腔啊，然后消费别人啊，有的没的。你还好？那那个是你们知道？你们知道我本来就很爱讲干话还是什么的啊？啊，或是你们根本不 care 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怎么没人回来啊？你真的不是哦，那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以前的版型吧？虽然我也不是很熟。讲以前我是怎样，来狼月以前的我是怎样？说到以前的我，我认识懒懒也有七年了，哎，好恐怖哦。嗯，这是一个恐怖的年代。七年是什么意思？小一都上国一了。捡起掉落物。来，艾米娜，快点，下一只从哪边掉下来？跟我说，我放。新たな任務任せた。或者我们就吃这种什么东西哦。好啦，上车啦，安安，好了，我好了，怎么好了？干不是都有人，那我要开哪里？我要射哪？认识七年，代表你老了一岁，不要打我。没事啊，他整天在那边跟我讲我年轻什么之类的，我都想打他了、欸。我、哦、说好老哦，对呢，对呢，对，没事啊，本来就很老了，拜托。没事，讲事实我不会怎样啊。那确实也是皮肤真的都皱巴巴的了啊，都老了，再不露脸呐、啊，以后就没照片了哦，就没帅帅的照片了哦，繁星这样子。在别人台就是不一样啊，什么东西？所以打字要三思。谁打字让我不舒服？没有啦，我还好啦。
一层。所以只能说老，你讲又没差。嗯。哎，狼哥，你创好角色了没？好了啊，哦。我觉得他可以一直防哦。これで最後だ。
哭啊！哦，怪人哦，那干嘛、啊？撞我哎、欸！好扯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！屁股好大，我跟炮桌。好扯哦！伟哥第一次看我台，嗨，你好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，好巧好巧。但可以屁股看我，不要屁股看我吗？谁在蹭我？射爽没射爽没怪人让我走怪人。对不起，我靠你太近了，太想拍你了，抱歉，怪人大大。屁呀、啊！你是想调和是不是啊？嗯。
回流。嗯。啊，牙结石，尖牙。哎呦，看吧，有牙结石。我把他踢了，一直在那边炫耀，可恶！这人不可取，小心一点，这人怪怪的。他不叫怪人，他叫坏人。我是坏人。哇西拍狼，你们会听到风声吗？会吗？看一下哦，因为我发现好像还好，我发现电风扇好像有点吹到麦克风。你爸不是向下吹吗？吹到你都忘了拍照，没事啊，不是有现成的那个吗？那个首领就可以去拍啦。欸，这画面帅耶，你耳朵不好没听到。嗯，敢不敢给我中大奖？好，不敢。No中。我也很孬啦，没事。我懂，我都懂。嗯。啊啦啦啦啦。嗯哼。中大奖地洞，哎，等一下，打什么字？弓箭反击的时候一发1200伤害，好爽啊！所以嘞，要接的都可以自己接哦。你看，欸，怪人，我讲真的啦，这种东西自己知道就好，不用分享来炫耀啦。认真跟你说这件事情啦，可以吗？这个其实对你会好很多。不是每个人都想听你分享这种意见的，好吗？就像我不是很想知道。啊，1200又怎样？就讲了嘛。就像鬼抓人，那个是拆塔游戏，你那边杀人杀那么爽，还不是一样？1200又怎样？又怎样？挖到红鱼又怎样？啊，你有那么多红玉要干嘛？拿来炼成而已啊。就像这些魔兽世界，有一个人刷到两只的稀有坐骑，同一只。那他刷到第二个能干嘛？他有两个屁股哦，没有啊。我看一下哦。欸，陪我打这个。
我不知道这能干嘛，但陪我打。这个打完，我们来鬼抓人。没有，我也在对我自己讲了。有时候自己又要爱炫，有没有？爱炫耀。不是啊，就没玩弓箭。你跟我讲弓箭有什么用？所以你跟我讲说啊，锤子挡到好多招，什么很开心。哇，你很棒耶，这样子。啊，弓箭我就不了解了啊。弓箭本来就是世界弓箭也很强，好不好？我之前世界弓箭伤害还是赢那个散弹的耶。装备哦，我要干嘛？我在这边啊，不是啦，我要找他啦。交易船，哦，还在。谈判树。啊、我就没玩过嘛，我就没有打过这个任务啊，他没打勾勾啊。放技能是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待会鬼抓人哦，准备哦，这场大概15分钟吧，看怪人可不可以一枪秒一只。怪人可以吗？一枪一只，你做得到吗？你等狼烟北齐哦，好、啊、等你，你就不要给我出营地。还有有毒的屎，哎，没回到下巴，那小。谢谢臭猫。
なしだよ。投入開始。哦，找怨虎龙 ，Go Go。然后换下一只了，是不是？嗨，冰店安安，大哥安安。你不是在打合同的话吗？人多比较好哦。你说你这是雷神装吗？那么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？晕啊！看一下，儿童司机不带我，我们刚想说去跟那个谁，艾莉，想说我们两个就去牵那台车，那牵半天，等下再分开打一样。最大尺寸更新。没中啊，让我换成蓝锤啦。
瞄准怪怪的。哦，好了好了。他的泥巴很毒啊！靠腰吓到我。死了啦！我不是欸，可恶，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死了，可惜，他活了。水那，啊，他怎么没有下位的将心太刀啊？红玉、紫玉，耐力，神秘炼金，
好了，换游戏，感谢感谢。你们继续可以，要玩继续列啊，我先离开了。道具管理。结束游戏，那我们玩到两点。两点后我去研究配装，研究锤子配装。我想回到之前那个我穿斯套龙打的，就是至少还是会回一些，不用想太多。啊，啊，置顶取消，取消置顶。他最近卡这个关闭画面都卡好久。哇，吃午餐好辛苦了，哎呀，谢谢黑月。吸血怪人还有艾米啊，那一样就是三场换一间哦，那个怕有些人没抢进来的啊，好吗？等一下，潜水什么黑月也打开了，你速度很快哦。单挑怨虎好爽啊，没办法啊，头恨就只有你啊，你想怎么纳刀剑切都给你，你早讲嘛，我就进去集会里面，你去打，你去单挑，我去帐篷啊，不对，建立游戏、欸、那我这时候不打聊天室了，我用念的哦、喔、靠腰啊，等一下哦、喔，欸欸欸、那个手把啦，手把便宜。等素材入账，对啊，来 ，A E Y G B， 你们说第二个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。哦，电脑，电脑怎样？是不是？安安，嗨，嗨，好，这是信的声音。安安，来，请白色说话。我，哦，好，棉被猫，滋滋。但西敏还是进来了，怎么那么强？太扯了吧！微笑的西敏出现了，用隐形。为什么西敏会在呀、啊？对啊，你怎么可以在啊？对啊，你怎么可以在？这么厉害啊！不是克洛伊夫。你是被西敏扣？不是，我昨天有看到你一直很想玩，还是很抱歉。我竟然不是鬼耶、欸！哎呀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OK， 我昨天本来想说，不然开台，然后我们来看电脑怎么玩，然后看了一两场啊，不行，太无聊了。我是在下赌盘，可是我没有赌盘系统。这是真心打牌呀、啊，也是进啊，总是你呀、啊。所以我刚刚想说，奇怪，克洛伊怎么可能进得来？来，包位包位，西米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一起的啦。西米往下走了，左下左下，店房店房，干嘛？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马吉，你不是在打牌吗？马吉，马吉，我在打牌，我立直啊。你们几立直了？我可以，我可以玩吗？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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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面金明被烤了，金明被烤了，鬼上去了，鬼上去了。我们这里已经一边打一边在搞，我看到了，金明，我在下面，这个，金明，我差一，我差一，有，我先出去，右边两只鬼哦，右下两只哦。暗武房两只鬼，
你解完了吗？我好了。不是，你这不要，你这你不要。我真的是拜托解完任务的，不要太早进房间啦。那鬼就知道你们在这边，就会走过来了吼。死了死了死了！可以了，先到这。还没，不对。妈，你干嘛？不要了，不要。西米，我让你继续去写作业好不好？西米还要写作业、喔？啊，你要写作业哦、喔？没有啊，他说他刚交完作业。哦哦哦。交完了。哇，这只咬十个哎、欸，嘴巴很大。嗯。那我那边都自动摸切的好不好？我麻将管他的去死、啊。自动摸切。我会吃，我就不没关系了啊。你当鬼，你不要麻烦呢、欸。对啊，那讨厌啊，所以中。给我第二个啊。你们就放那个。你跳掉了，好，那你不准进来了。不是，游戏规则就是这样，好吗？我没有骂鸡了。对啦。没有骂鸡。加了鸡。鸡米饭呐。好可口，好可口。好多好多好多，嘻嘻，要的。我的骂鸡在哪里呀、啊？你看不到我。喂，骂鸡的。鸡，我看到你了，骂鸡。西米在哪里？鬼来了，老妈鸡！我知道。看、啊，哎、欸，没射到，白射。没有，没开到。狐狸做完不要在你房间里啊，狐狸。就说做完不要在房间，你会害到人。有人在做任务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会害到人。好了，我会安静的打牌了。咦，不要跑！吱吱吱吱。你在做什么？这只放弃你了。我放弃了。西米。哈哈。西米很难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西米没死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好扯哦，死的碎啦！死了！谁家的？不要说！哦，我不是，我只说你没死，好扯！他怎么知道你在哪里？我说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、啊。对啊。哦，我可以结束了吗？这局吗？好了。只说你没死，很扯。那、啊、你躲在哪边？他们怎么会知道？我没报位。你用讲的他听得到啦，打字干嘛啦？哈，阿敏，你拉肚子，然后嘞？你边蹲厕所边玩鬼抓。哇，那你不准开麦，我怕会闻到味道在吃东西。会补补补吗？你还开麦？马吉，好卡，马吉。两个小人，拜拜，感谢吧。你我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。可是我的任务都在那一边呢。都一样的吧？一样啊。所以说我才说我们呢、啊。哦。哎、鬼在那边，鬼在那边。芝来了，芝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也看不到。你在走。出去啊，出去啊！隐形的还想喷枪啊！快快快快快！啊，终于找到了。
干嘛？你为什么停下来了？你为什么停下来？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停下来？我按到东西了。干什么？看你，你怎么隐形？没料到我金可恶。鬼。按到。做不了任务。按到设定了。我想说，怎么设到定下来了？你怎么不动了？把你网路先设坏了，是不是？可能六鬼有三十一。怎么这一次吱吱击杀这么少？我按照那个设定了。我没有懂，连你都有，你也有那个。嗯，我看到西敏了，实验室。哦。老君，你不要，老君，你走开啊，老君。你去找一个替死鬼啊！好大哦，他好大。扳手有枪啊！扳手有枪、啊！走不过去那边啊，好多鬼哦！老君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要进来了，他在旁边呢。我猜那边的，干！可恶！会瞬移，网路都是啊。你要想一下，这边有香港网路、台湾网路跟马来西亚网路、欸，哎。biu 的嘞 ，biu。谁在丢啊？我，无名呐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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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你看谁集运最高啊？我调一下声音好了。好的。可以进来。还有印尼哦，这家的哦，对呢，你在印尼哦。啊，对耶。不是吧？印尼网络有在印地呀、啊。这个是历程吧？哎。印尼网络可以玩，骗谁？这是什么歧视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有去印尼出差过啊。对啊，他有去出差过。搞不好人家进来都当鬼、欸，高速网路啊，地区不同吧。我希望我妈机不要断。我记得他在柬埔寨出差过。你要看你的妈机是谁啊？那希望不是我啦。哎、啊欸，你是谁啊？西米，我可以信任你吗？不行，小心你网速啊！我劝你把西米给抛弃了。他会出卖你，他会出卖你，抛弃西米。他有隐形币，会先选隐形币哦，替他不会先选的啦。谁开麦？鬼来了！来了！我们来哇！鬼在里面，鬼在里面，鬼出来了。西米，对不起。走，快走。哇，这个是有慈悲心的鬼耶、欸！不是哎、欸，你不是鬼了。那边有鬼、欸，可是你们等一下，我过去，我过去了，狐狸，去你了，狐狸，你做完你别进来了，白痴哦、喔！狐狸害人，人任务还没做完，还躲在里面。我任务没做完，狐狸要冲进来了。乖，狐狸没事，狐狸没事没事。
哦，西敏哦，哦，漏怎么做完呢？西敏刚刚是被我害的。哎呀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在看陈烨的操作。我靠！我刚刚看到有个人，然后跑走了。陈烨，陈烨刚刚一直追我，好可怕。对啊，而且西米一开始跟着我走，那就走过去房间门口，那个房间门口的鬼就出来了。你懂了吗？有时候不是不想做任务，是真的没办法。你在那边每次都走人家，哎、欸，任务啦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西米，你懂了吗？他还是不懂。不是曾经跟你说过，不要被我抓到，你就没有当鬼的时候，没有做任务的时候。他是一定还在那边，谁又没做任务？金米拿到屁了，我就知道。是我。我觉得大概率这样。而且狐狸是我妈鸡耶，刚刚你为什么凶他？啊，无名。拍谁啦？拍谁啦？哎呦，这好、啊！跑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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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鬼在旁边，你要不要进来？有只鬼在地图。新民就走的，新民就走他的。他走过，他走过，他下面。你会不会太棒了？我这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要去看新民的画面，他那个拉肚子的人。他是不是来了？他是不是要来了？看一下这个可怜的可怜儿，阿诺西敏，西敏啊，被夹啦，西敏，哈哈，有那一招。走走。啊！嗯，快跑快跑快跑，火力线上面来上面来。走那边吧，走那边吧，这边比较安全。都在右边，都在右边，都在右边。哦，原来这个是陈烨哦。我想说他的音好难念哦。妈姐，你安全了，妈姐。没事，看到我不要手下留情，吃就对了。你不吃我，我待会就晕你。哎、欸，到底跟同伴在一起有什么奖励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。就做任务做比较快。认真吗？我真没感觉、欸。就他会有个爱心啊。爱心不是因为跟他感情比较好吗？可是你跟其他人也有感情，那个还、啊、有爱心哎、欸。因为那时候明明骂吉不在身边，可是他会骂爱心。在上面，在上面，是代表你们之中有第三者。欸、你不要追着我啦！哎呦，好多追你了，你想？小西敏，哇！自动攻击，可恶！哎哎哎哎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那、啊、我做完了。旁边真的很多灵蛇，你长得哪都有鬼、欸。苏伯跟这边家人啊，你想害他哦？那可以。老居哦，没办法了。哇塞，都追着你来跑哎、欸！七秒前了，三个。七秒前了，西米。啊没了，就是哎、欸、还活着，还活着，清明好绿哇、啊，清
老鼠。比你还有小命啊！我先退。应该是要跟骂级的话，分数会高一点点才对啊。他是修理速度变快一些些，可是没有快手快了。对啊，必须拿快手，你骂级就没有用了、啊。对吧、啊？速度变快了。来第二场 ，AFHND 零呐、啊，我不需要电脑，我有朋友，我不需要电脑。没抢到的我也没办法啦。谁会开麦的先开麦哦、喔，我统统拉小。开麦，开麦。对，你都给我开麦、啊，我把声音拉小。开开开！我要调声音了。对啊。不然大家又爆了。不然等下要进去跑到一半被鬼咬。我在调声音。确定了吗？待会开麦的要给要抖内咯。要开麦赶快开麦，不然等下开麦的要抖内咯。欸没了，好，没了哈，好，就我们的。哇哦，哇哦，杀人兔来喽！你在远处看着我们，是地方重重的，没有。你哪会重呢？你那么轻。你拉完再来，那我要进去一开始很小声，然后叫住，不会啊，我就每个人都是拉到那个啊，五分之一啊。就只有克洛伊我会维持在一半以上，好吗？就算他有杂音，要再大声。哎、欸，鬼在右边哦，信。是鬼啦，鬼在右边。只有你们吗？还在那边鬼？谁在嘴我？芝芝对不对？鬼在那个哪里啊？我看不到那个名字啊，哪里啊？那个G地图吗？干嘛、啊、？G 别跑了、欸、，G。可是咬我、啊、跑不了，可恶！你怎么会是咬我？路过。看到没？嘻嘻。也是很多。反正你是暴特嘛，认定人就直接一直狂追。加油啊！哎、欸，回头回头，苏本根在这。他下去了。等等到家再加，你到家几点？我开到两点呢、欸。等一下，生存者难度是不是要调高一点？生存者难度，对啊，我觉得现在鬼是很不利了啊，大家都会玩了。嗯。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就不能复活了。我的妈几冲去哪里啊？哎呀，好多人哦！野鹿，完蛋
在那边呢、欸。你让我活一下，你让我活一下，你让我活一阵子，干、啊！你让我活一阵子吧。李晨，谁在复活？谁拿着包包啊？你复活、啊，老君，原来是你！我有赚了，我复活三只了吧？三只哦。如果现在已经十了，好多人了这里。啊，没了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没了！百姓进到把废墟了。哇，好准哦！他冲过去了，他冲过去了，旁边啊，没了。哎、欸、Super Game 你好安全，这房间是谁啊？好安全的 Super Game。 不是我的妈几一开始那个地方有任务他不做都跑去其他地方，我不知道我能干嘛。你要几是谁啊？他原本地方有任务他直接冲出去，你管人家，他搞不好不想解任务吧，早点死掉，让你们赶快，对不对？我跟不上他，他一开门直接冲出去了。我在洗手间，你换房间，我没办法看很好。啊，我有用念的啊。这个是每个房间两个人。冒爱心？你怎么可以冒爱心？两只。说快手可以跟不行复活，我可以，哦、我以为你知道说枪复活可以，枪不行。那我要先针对你了，老居过来，嘿。你说老居过来，我看到我，你看不见，我的伙伴就是在旁边待着的时候先不动的感觉。怎么又是我？没有，没办法，我和那个东西都……明明里面还有一个人呢。完蛋，我要死了，我又要死了。
那么远也不知道。老狙在救人啊，老狙。没了。救人是果是会看得到，会被提醒。还敢冲过来啊？有绿色的箭头。有那个拯救那个图案，圆形的，在那个地图。没有、啊，有绿色箭头会提醒他。然后在地图啊，地图外会有绿色箭头，画面内会有绿色准星。调多哦！哇塞，调到最满！上次试过了啊。这样，金敏怕了吗？金敏，你有开麦吗？金敏，还在拉屎。还没拉完吗？金敏哎，是绕赛还是被金敏？后面啊！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完蛋，怎么那么多？哇哦，哇哦！又变好多尸体了。这你还活着，这是全军覆没。哇塞，我有我一个活着，很恐怖。一开始就，但我看着有人死在我隔壁。这任务也太多了吧？几个啊？六个吗？六个，六个。黎明没了，怎么那么溜？黎明怎么那么溜？利亚，你不要再提啊，利亚！好万六哎，你好溜哦，黎明！我好像知道，他攻击完的瞬间可以绕他。哎呦！哇，解完了，差一个，要响喽！警报要响喽！哦，完了。哇，这个位置有点买一送一，芝芝快跑！你还在这边绕，在这绕，两只都在这了，你还没绕？你在干嘛？这边地上有钱是不是？地上有钞票吗？没有，有钱要跟我讲啊！我等下去那边绕绕看。然后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来，各就各位，站好位置，还没啦。放屁吗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好多好多，我看到把飞机。啊！无名，亲，你快来找我啊！你怎么在这？这么奇怪的发言，亲，你快来找我是吗？是信还是西敏啊？下面啊！哇，哎，走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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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了没啊？走了吧，走了吧。去哪儿了？
等我。我吓我一跳。猫够了，猫。哇，有人在救人、欸！快出去！哇！完蛋了！铁路有，铁路有，谁快出来了！他有箭头啦！还有谁啊？全输了。快走！鬼来了！跑！群聚跑，快跑！哦，娃娃机。帮我打一下！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屁了，他瞬间移动到我旁边呢。那个吧。我知道那个，只是觉得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家里网不差。哇塞！你好，162哇哦！推挤21，因为我刚刚跟阿沙行在玩呢、啊啊。他枪，然后我屁，他枪我屁。难怪还没过，还没做。你那个搭配好讨厌哦，而且后面有两支枪，再加你一个屁，根本靠近不了。对啊。然后就是有遇到狐狸，遇到阿沙行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。你知道小鱼最鸡掰吗？他是屁完之后才射，啊！他们在铁路，你怎么讲出来了？就知道你在那边的啊，你在隔壁了、欸，哎，新民在隔壁，对他。嗯，阿萨行，我们走，不要理他们。你自己消一下，消一下。我看到新民的颜色了。啊！我很想换一个颜色，可以吗？西明，哎呀，我不在，哎呀，你刚好晃神了，不是？我看到你呆呆站在那边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想屁你啊！快走啊，信！我有谢谢！好快！碎！哇，你被救可？啊，你解完了，你解完了。他现在在射，射！哎呀，上面上面射！快射他！快射他！完了！不要射了！不要射了！快跑！感谢放屁！用生命在放屁。你看调最难也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我就说调最难其实没差。人多。啊，就是人多才要调成这样子啊！哇，感觉只有第一场你们没有技能的时候才会有优势。对啊，有屁有枪，你们完蛋喽！我要学小鱼了哦，那个击败人。哇塞！他们屁我，屁我又射我的，他说。小鱼，我会继承你的意志，你要好好上班。我好害怕，好心。所以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啊！
对不起。啊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你要去哪？哎，我怎么都屁不到你啊？哈，可以解释一下吗？哈哈。刚才狂暴状态。你心里不用。没有啊，你没狂暴哎、欸。保护你，保护你，保护你！快跑！找个人，找个人，找个人！妈呀！你干嘛？我本来有隐形，他把人都扣了。无名快跑！哇！快跑！无名好闪！无名应该狂骂脏话了吧？他还在救，这个时间还在救。好、啊，最后一场，打到最高。为什么是我？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屁我又射我吗？关注了。不要闹！不要闹！你才不敢。好的哈。嗯，对哈。哎、欸，其实读完这一关应该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毕竟命只剩那一些了。啊，你不敢啊？你看，没选。那么爱我？哎、欸，没屁哦。快点，乖梦。啊！前面有，前面有，前面有。咖啡厅啊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爱你的哆啦 A 梦。关麦又白痴。喂，哆啦 A 梦，不要哆啦 A 梦。没了，我死了，你这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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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照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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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看你，小那边有口啊！没了，又没了，好多人哦，这里。好可惜，就一只鬼面包。他这只追着你，他走了。一个在实验室，还在实验室。整个大泪哥呢？这是要消毒出来了。一个在地图里面绕。我说鬼。让我体温了，来了，两只出来了，淹死哦，两只淹死了，那里没人抓哎，叫猪跑，来了，都来了，两边都来了，你完蛋，嘻嘻，撑住啊，嘻嘻，可以啦，欸，那边有保护色，讲真的，为什么？那边黄黄的啊。你看，其实鬼那边鬼的视野就很近啊，那、啊、你躲在那边黄黄好像还不错。你又坐过站了，那你没救了。你看你生存，你的生存，到底坐过几次啊？
卡卡。来回坐吗？没有，上次是坐错边。坐错边。嗯。你错过三站而已。借一下，借一下。错过三站很严重的。对啊，你想一下、欸，你如果搭淡水线，你错过三站的话，那三站加起来是12分钟、欸。这边，这边，你怎么离我去了？无名拜拜，无名拜拜，无名。我活着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走在我旁边。哎、欸，复活了，你北七。哦，西敏。等一下啦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娘啊，坚持一下。吃到饱，都在一起、啊。完了！他刚才做什么？他在想我。我要看着西敏，我要看西敏哦。西敏，你要利用我，不可以这样哎、欸。你要利用我？有看到西敏？你有没有看到西敏？他刚刚闪了一下。口令西敏。哎呦！有没有看到利恩？有没有看到了？有没有看到西敏？啊，他不见了！他要走！利恩有没有看到西敏？有没有？西敏什么是西敏？行不行？我隐形！啊！他要找替死鬼，他要找替死鬼了，又来了！你没了，西敏。应该防护色吧？太多！对，真的在里面，真的。保护色吗？往上走，上。又下又下下面下面啊旁边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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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的那个，哈哈哈哈哈！是你了是你了，真假？没了。哎、啊，我也有保护色，为什么是西米有保护色，我跟没有？他后面有爆冲，他到处找替死鬼，超好笑。我也有，怎么不是西米呢？怎么被你看到了？每次死了一个，然后替死鬼。哎、欸，你每次都先跑到很远的地方被他看到、欸。西敏跑到哪，人死到哪。对啊。这一步棋。是柯南吧？你打的不是那麻醉针，是毒药。哇，我的麻醉隐形了，完蛋了，我完蛋了。你麻那手，然后其他人隐形，你怕什么？我慢点医疗、哦。上面有声音哦，上面有声音哦。来了。回到房间呢。什么事有我？那边啊。快说，宝贝不要！快说，宝贝不要！你怎么出去了？他过来了，他过来了！快跑啊！快谁呀？他跑啊！卡住了！快走啊，垃圾！在上面呢、欸，他在上面、欸，你确定、欸？不是啊，他落下来了、欸！快跑！无名，你走吧！你走！老君，我是隐形人啊！我活着！我活着！我看西米！我看西米！我是不是很烂啊？完蛋了！啊，西米没了，可恶！不对，你都在这。我下爆冲了，老徐。啊！无名啊！两个叠子的战斗。哈哈哈！老天，这样不好吗？不是，你们两个又有延迟，很好笑。对，我也延迟了。老徐，那你应该安全吧，老徐？老徐，那是胡。点知道吗？那是狐狸在躲的地方。我超不敢动的。那你完全没事耶。对，我有屁眼，完全真的没有事。我的我缩在最角落瑟瑟发抖、欸。我不应该屁的，我不屁他就不知道我在了。没有，一个是延迟绕，一个是延迟闪。那个小人，哇，已经小人了。我跟着你走，我跟着你走。我完全是没有小人啊，我帮不了你任何东西啊，我没有攻击的东西、啊。哈哈哈，他在那边啊！你们听到了、哦，西米在你们隔壁哦。铁路，我跟你走，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呢。
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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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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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得到！好，谁放个屁？我要谢谢他。啊啊！被咬到了！哦哦哦！我被咬到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路走啊，走还路走啊！我抱歉，快跑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们两个不可以这样哎、欸！顺路哎、欸，顺路哎、欸！顺路哎、欸，顺路，顺路，顺路！顺路哥！顺路啦，真的顺路！你不可以这样啊！看一下那个卖人的干嘛？哇！我要跟着老师走。那卖人的一直跟着我啊！啊，老师隐形了！啊，行你啊，你没救了！你要把我埋一个在里面，不要打穿我了！不是，我应该要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好了。有啊。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？我要死了，那不行，西米，西米没解任务要死掉，你知道吗？你再快点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们工作房两只鬼，一个在堵门，一个在里面绕，我要怎么办啊？可是你要谢谢老居啊，老居帮你顶了哎、欸。老弟，老居代替你死哎、欸。老狐狸。想一起玩。要关台的。你等一下看兔窝他们要不要续摊呢？要续的话，你来玩。我修理扣23分啊，碎啦！哇哦，负23。啊，兔窝要玩的到兔窝集合吧，续通。啊，你们要续摊的，赶快。好啦。那今天早上的台就开到这啦，感谢各位。你想玩，你先拔牙，不是你先去拆线，拆完线再玩好不好，女人？哦，好贵哦，多少？1.99，5美金买一个猫耳，哎呦，哎呦，重播教程，离开大厅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我去研究一下那个锤子装备。好，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